所以你就为了不跟他改一样的名字，你就改掉了。哇，每次有人在那边问我说这个是不是你，这个是没有，我就很烦了。你懂为什么？你懂 display 的感受了吗？懂了，懂了。哎呦！这游戏怎么突然那么 peace 啊？知道，烟烟我不知道啊，拿捏了。他绝对要再来啊！那么多，太热闹了。哎，我正想要去蹲，我被我射了，我被我射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听到了啦。你好射。啊！一枪不中。你好气呢。哦，稀饭！好，我有妈，干你也有妈啊！你还有妈？干他全家都过来了，屌丝他全家都过来了。完了发啊！为什么这战绩有点看起来有点怪怪的？啊？你按 tab， 你看是不是有点怪怪的？怎么了？怎么另外两个杀一个？蓝线宝贝，蓝线宝贝，也、好吧。哎啊！你的血洗，你在攻啥小？爱惜的，啊！操，小美爆头了！哎、啊、哎，哦、啊、喂，我们拳王怎么没了？有人白给，宝贝，我要射了，我准备射了。啊 ！OK， 你被射了。哦，你刚刚准备射，听起来像我被射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队友一直变不见？我他妈全都是头，队友好烂，我都把对面操翻了，没有屁用。一个一杠五，一个二杠五。啊！结果最重要的小美没有走，操！行了，不用走这里了。其他人让开！
我操！我操！好，好啊！哎，他们很菜耶，他们到底在干嘛呀？可能要再调整一下策略。结果，结果，这场真是让人不知所措啊！ 敌人都没退缩，我当然不会。在干嘛？他们好菜。我一个没有理解。好悲，我要喷了，我要喷了。冷静，冷静。我去了。OK。哇，What the fuck！ 哇！没事，我骗了小美的大。好了，这小美还想蛋开我，我的 fuck， 有毒。哈，逼逼。 你以为你出个 A 口就能打得赢我了吗？菜逼！菜逼！What the fuck！菜逼！ 菜逼！ 全部都是菜逼！我觉得这个场真是让人有点困惑。对面那个BB是我岛标选手。哦，就是个菜逼。菜逼！干！我操！我操！对不起！对不起！ 再来呀、啊，菜逼！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菜逼来呀、啊！干我他妈跳不下去！哦，好吧，好吧。 宝贝，我干大事，菜逼要来了，菜逼要来了！啊！菜逼！菜逼！不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我换麦卡利。 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第三回合，战目标。慈悲来了，结束这一切吧。马上，谢谢你。我去当闪光的爹，一枪头，啊。好吧 ，OK， 丢。 菜逼，我们有两个闪光的爹。对啊，那玛塔也是闪光的爹。是哦。开大的时候。哦，我们小美要死。好。
哇，我们成功！我们成功，我们摸一啦！哈！一定很有，就知道。 哈！菜逼！哈！菜逼！换上光！啊！我死了！啊！你妈死了！为什么射不到慈悲？ 吃那么多慈悲，不是我的大局，为什么射不到慈悲？哦，杀两个菜逼，杀两个菜逼！我一个还活着、啊。杀三个菜逼，四个菜逼。菜逼回来吗？四个菜逼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哈，全都是菜逼。